各位朋友，周末好。7月6号 ,2024 年英国的这个工党嘛改朝换代，当然有一些讨论啊，他们会将来会怎么样子的，实际上是一个烂摊子啊。而且呢，大部分人都是对保守党 Tory 啊很厌恶，并不是因为工党的这个能力啊什么的超强。他马上就任命了很多内阁的阁员啊，还有黑人啊，女的财政部长，至少有一点这个能量了，看他能不能做一些事情。不过我很佩服的英国啊，就是像别的地方啊，都是就职要等啊什么的，还要内阁啊到处选啊，每天搞新闻。他这个有一个影子内阁啊，他基本上是马上就上手，你看马上就换，马上就接着处理这个国家的政策啊，我对他们这个是很佩服的。昨天偶然的看到一个这个阿拉伯人权的一个故事啊，我们平常都是看到中国、俄国啊，每天被讲啊，这个阿拉伯是看起来是有过无不及啊。他里面有一位是美国公民，在美国生的啦，他在那边做事，做这个电影啊，他的这个Series 跟那个 Netflix 签约5年了，等于是为阿拉伯真的争光了。可是他这个人当然也比较自由啦，有时候在这个推特上写一些那些真的不怎么严重的话啊，就等于是对这些妇女的权利啦，对阿拉伯的现象，那个真的是很，你假如看到，比如说他说女性啊，假如到这个他们的首都 Riyadh 的什么的，必须要吃药才能保持这个兴奋什么的啊，就是并不是很严重的，结果呢居然就被当恐怖分子去审判，说颠覆社会啊，已经被判了13年，他当时没有关进去，还在外面可以上诉失败了，还可以最后一个上诉。我在想说他真的到时候是不是要接受啊，因为不止他啊，他里面再提了几个另外的一些人，也都是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啦，被这个沙特阿拉伯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判刑。有人也访问他们那个年轻的这个王子嘛，奥沙马什么那个那位仁兄，他说这些改革也是他也是想改，可是也要慢，因为这个讲起来就是假如欧美他们的媒体啊大肆报道，我相信这个沙特阿拉伯根本就等于是也是一样被大家口诛笔伐的不得了啊。可是目前就是说你可以知道讯息的接受啊，你看不到你就不太晓得，你知道它不好，可是你讲的这些细节，哎呦怎么能在这个国家过呢啊。好，昨天呢很有意思，拜登当就补考了，他找了一个 ABC 的 George Stavros 访问了28分钟吧，听说都没有剪直接报啊。然后呢那个电台 ABC 呢有一个女主持人，我一看，哎呀，因为我很少现在看直接看电视啊，她叫朱朱倩啊，雅姨嘛。不过她看起来是60岁左右，我后来当时查一下，她事后就访问的这些人，大部分也都不看好啊，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民主党里面这个风浪越来越大啊，这个她这个辩论是只要她那天辩论这么差。然后他还访问一个华府的观察员，也是一位亚裔的女士，叫 Selina Wang。我对这个当就很有兴趣了嘛，这两位女士，Selina 看起来比较年轻啊，我就去查了一下他们资料。朱朱倩是韩国裔的啊，她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啊，以前主持过什么节目，我大概都没看，因为电视很少看了。这个 Selina Wang 啊，他们两个都在美国出生的吧，好像。他是哈佛毕业的啊，那 Selina Wang 他会说中文，说得很流利。我不知道这个 Juju Chen 是怎么样。Selina Wang 大概30岁左右啊，真是年轻有为啊，看着觉得又是女性啊这样子的。那我在外面一开始铺天倒海的这个退选啊之后啊，哪一个来接啦 ？Harris 的无形啦、啊。犯的罪还逍遥法外啊，就是拿 common sense 就是说这种贴干嘛要转呢？转的只代表你自己的喜好啊，你对一个事情不是因为你不喜欢它，你就把它这些东西所谓的谣言啊，因为
common sense 嘛，他有那么大的罪，那还不被抓起来？那个汤，那个 Harris 这么神通广大，因为 Harris 他的私人德行是，他那时候年轻，跟人家怎么交往啊，跟那个 Brown 啊，这些事已经都知之很多了，然后还说他中间一堆犯罪的啊，就是没有德行。那最好玩当然是米歇尔也同时被说这个每天说是要为穷人请命，他跟奥巴马两个现在是亿万富翁啊，千万富翁什么的、啊。然后还甚至还有人说，哎呀，总统薪水那么多，怎么能买那么多房子？每一个都是千万的啊。他们都没有想到说，总统下来之后他写书干什么的，演讲费。这是美国的一个通病啊，你而且也不只是奥巴马或者克林顿也是一样，穷小子变成了那现在这些共和党用这种东西当一个人生的一个缺点啊，实在是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啊。就说可是话讲回来，假如你喜欢去各种看帖子来分析，当然有很多地方是不认识的人，我们参加微信我都不认识嘛，有时候现在很少，因为大概我以前那个很多喜欢发言的也被禁了啊，没什么特别的消息。当然我另外看到几个很多非常推崇毛泽东啊，各种就是很有意思啊。那至于说自己熟悉的人，我大部分是 LINE 啊， LINE 是我以为是日本，有人说是韩国的啊什么的啊，在里面啊，大家都是有名有姓。不过换回来也是毫不忌惮，因为这个人都做自己嘛，你喜欢。可是问题是我就想每天那些喜欢转贴的人是什么心理啊，那我自己是一个很少转贴，大部分都是有一些意见的时候顺便弄。他们一堆啊，就是对这个总统的，然后说这个人要他就等于说拜登大概是有换人呢，也都是很烂，所以这个民主党就完蛋了。这个川普当选概率是很大了，讲那点就是在继续嘛。那你我们就是在历史的舞台上观看所有的这些有趣的事情啊。川普到现在副手都没这个宣布啊。有一个人说有一个他是前面三名嘛，一个州长，一个 Rubio。还有那位 Vince， 那个 Ohio 州的那个写过书很有名的参议员蓝士。那有人就说有一位女士啊，那位女士 Stephen， 她就是让这些名校的校长都辞职的，她主持公听会嘛，就是讲这些反犹的事情啊。这位女士啊，这个她是哈佛毕业的啊，也很年轻，有人特别介绍啊，不晓得会不会弄成黑马啊。昨天在经济杂志上，因为我有订嘛，他的插图啊跟文章都很有意思啊。我最近跟朋友有时候，有些朋友有时候讲一些英文字啊，我们在美国这么多年了、啊、英文也还勉强啊，实际上有时候就说哎呀真的太多生字了。以前我一个习惯是看到生字啊，我会把它记在一个手本子里面，哦那个本子现在不得了，然后自己有时候看啊，哎呀还是记不得啊。昨天看了一个很有意思啊，Geromantic Crazy 啊，这个字我也不知道怎么念 ，Geromantic， 这个当然就以前的希腊字啊什么的，然后呢是一个老人的意思啊，他就探讨这个老人的政治啊，在世界各地的，而且从最近的一直看，实际上最有名的当然就是苏联跟中共啊，他们的那时候的毛泽东都是，还有中华民国也是啊，总统都做到死啊。都是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叫，那苏联也不遑多让，尤其在解体前面啊，那几位都是八九十岁老先生，有时候一继任就死掉，最后终于交给戈巴乔夫，戈巴乔夫的算是那时候你青年才俊啊，对不对？1980几年的时候，那还有呢，他当然也是像美国一个比较例外是雷根常要睡觉啊，他有时候开会就睡觉，他就，可是问题是他把这个工作交代得很好。所以雷根在共和党是一个明星啊，当见仁见智。不过他的整篇就是讲啊，说然后讲美国的这些议员啊，参议院这边全部都八九十岁的啊。他现在是最有名的是一个众议员，他九十岁了啊，在里面还是当一个什么一个委员会的要角，九十岁的一个格拉瑟。所以老人唯一的好处啊，就他们的血气比较就是。不那么好战，可是话又回来啊，你说像拜登，再怎么样子，这个乌俄战争的类似的一个起来啊，大概
不会把自己的子弟去送去战场啊，这个大概是比较多，连川普也是一样的啊。普京呢，他这个在最近一些记者会啊，他有些对美国的人还会问嘛，他居然就是说，我们大家说拜登这是一个是非常烂的一个辩论嘛，他居然还是希望，他觉得拜登会比较好打交道，因为川普啊是一个无厘头，就是不怎么理性，拜登比较很运策，就跟我们各种人都是大家照着一定的规则，假如有个人突然怎么样子，就虽然他对普京很不错，他居然会讲这个，不晓得他真的假的啦，不是，就是内心是不是这样子想。不过我是觉得他还蛮，因为大部分对他们两个人的看法都是这样子啊。然后呢，他甚至当也把川普夸耀一下，说他说这个一天什么就能够解决乌俄战争，他说认为川普是澄清的要解决这个战争啊，这个我们就等着看，假如川普真的当选，乌俄是不是可以结束啊。匈牙利的总理啊，那奥本他到莫斯科，他也不管这个欧盟啊什么，他就去跟他会谈，希望和平。伊朗的也是总统选举结束啊，改革派那位当选的总统，他那个我看他赢了200万票、啊、算是蛮多的啊，这样子的。而且7月7号是法国嘛，我们看这个马克龙的豪赌会不会成功啊，这个拭目以待。还有一个看不太懂啊，就是波音那个 Starliner 啊，就是在那边他本来说待10天嘛，现在就说要待45天，要待90天。然后有一个就是说他各种的电池什么，就是大概最多应该待210天。可是这个拉萨很奇怪啊，拉萨那个总是大概不是科学家，每天跟中国斗争啊，讲那些无敌的话，他居然就是说对波音很赞赏，说他没有让他这个太空舱给爆炸掉，那是什么话呢？而且呢说他不是被困住啊，讲那个他这个不叫困住，什么叫困住？所以有时候读了半天就不晓得拉萨说什么东西啊，就说而且我们自己一般讲嘛，他们的食物怎么办？假如那真的有那么多，这多两口人啊一直吃，是不是会到最后饿肚子啊？这个各种各样，还有这个排泄各种各样的基本的需求啊，所以赶快回来吧，或者是别的7个人，他总有9个人啊，现在那想办法把接一个回来嘛啊，这样子的。好，中国欧盟呢7月4号开始对中国的电动车加个临时关税啊，实际上它这里面有分歧啊，就是德国它不赞成啊，然后法国呢还有西班牙什么他们就要，可是这里面也有中国有很多报复啊，对欧洲的农产品啊，所以还在吵啊。这个欧盟啊本来是说一个力量，实际上看起来也是各行其事，不过这个关税是38%，据做一个办法就是都是同等关税啊，因为讲那德国的很多豪车也是大陆销售的很好啊，它也要课税，就是都是同样的比例啊，就是比较公平。欧洲杯的如火如荼啊，它最后8强里面，我前天讲啊，土耳其它打败了奥地利啊，举国欢腾。不过他一个明星，他是连进2球的一个明星啊，太兴奋了，他就进球了之后拿手啊，实际上那个手势还蛮好看的啊，是一个 V 一样的，结果大家就说那是一个狼的一个象征，用手做成一个狼头啊，这个狼头在土耳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就土耳其人就是狼的后代一样的啊，而且呢这个狼有很多右派组织啊，听说是迫害这些库德族啊，亚美尼亚，土耳其大家都知道这个1910年左右的凯末尔对这个亚美尼亚大屠杀什么的，所以这个在欧盟有些国家把这个当作恐怖主义的啊，他们的象征狼也同样被禁止。可是这个在德国嘛，德国并没有说这个叫处罚，没有禁止这个手势啊什么的。可是问题他一半的呢，国际足协据说谣言还没确定啊，说这个明星要进2场，那2场就是最重要的2场不能参加，这是一个。然后呢居然就这个土耳其召集这个德国大使，德国召唤这个他的大使互相问怎么回事啊，因为以这个土耳其这就德国你没禁啊，别的国家是不行，你们没有法律禁止这个手势。然后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啊准备飞到德国去观赏这个土耳其的足球赛，这个、很有意思。那同时呢英国有个球员啊，
他跟那个苏洛伐克大概打的时候啊，大概很轻视对方，对他们的板凳球员那边做了一个不雅的，我没看到手势啊，然后也被人家看到了，然后说准备禁赛一场啊，这些都是还算蛮有实力的啊，这样子的很有意思，这个欧洲的足球变成这个样子啊。看那个中国建设啊，以前不晓得，以前大家也知道，因为他们用一个那个穿那个通隧道的一个机器啊，在天山南北的地方有一块靠近那个中亚的边界啊，要建一条公路，那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挖隧道机啊，它有这个十几米高，什么200多米长啊，那个据说已经开工了，明后年会好。假如这个打通的话，基本上是跟中亚的交通就完全畅通了，这个不得了的一个啊，而且在这个他们说生态，他也都评估了，没什么那么大的影响，很了不起的一个科技成就，那么大的，因为我是做工程嘛，以前我们这边做那个下水道，有时候那个浅顿机啊，我们叫浅顿机，也是不得了，台北那捷运颜色也是用这个挖，可是没有想到这么大的一个啊，这个世界超大的一个。然后我去查了一下，有些地图你可以自己看一看啊，这个在一个工程上的。不过大陆的洞庭湖绝堤了啊，这个我那时候一直想说没看到，有时候要敲三下啊，说明它这个本来是只有10公尺，它是马上拿车子啊带沙石把它想要给缝起来，就不成功，现在变成150米啊。那习近平都发表关切啊，听说有5000个还5万个，反正就是还没看到死伤啊，就是很多人都被淹了啊，房子都淹到屋底上之类，房间几个岳阳的地方，岳阳是岳阳楼记，我们大家都知道登岳阳楼记的是一个那篇文章啊。美国的威斯康星一个小镇啊，旁边有个小的地方也一样的，因为下雨啊，那个雨量太大把它给冲坏，看起来是个土坝之类的啊，也是一样，人都要疏散什么的。最后啊，看到好久没看台湾每天闹什么渔民被捕啊，被压啦，实际上台湾移民真可怜，被大陆捕了，他当然他有违反他规定，在日本又有一些被压，所以台湾的政府啊真的很尴尬，你要去抗议这个大陆跟日本，实际上台湾渔民这看起来日本亲，日本对台湾渔民是很不友善的啊。大陆说好说以前还算友善，最近也是因为这个两方对立起来了嘛。除了这个消息之外呢，昨天突然看到这个海基会，就台湾有一个跟两岸关系委员会嘛，就是海基会那个董事长郑文灿以前是明日之星啊，在桃园做得很好，民进党的，他跟蔡英文实际上是对立的，因为大家都说他将来也可能选总统什么的，昨天发觉哎，他被检察官说收押进监了，说他有以前那个桃园的一些土地啊，什么回扣啊，说是犯罪情形重大，这个压起来，所以各方揣测嘛，是不是他们自己的斗争啊？那个我是觉得赖清德一定要对内政上做一些改进嘛，这些贪腐的什么的办一些人嘛，我是从来没想到会办到郑文灿这边，当然也许桃园的是国民党执政，所以哎，这个政治上的很事情我们就看一些现象而已啊，背后的事情真的是都是各有它的秘辛的感觉。不过我相信这个一般的民众蓝营一定高兴，绿营大概说这个赖清德有魄力，整治贪污不遣余力。好，就这样子，拜拜。